拥抱的海水在等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鲜活抱抱》。耶！哇！今天难得出动两位小编呢，超级大阵仗，真的前所未有哦。为什么？看到后面了吗？珍珠美人鱼就是我们的童年回忆。最近超红的这个珍珠美人鱼特展，我跟你说，每一首歌都会唱。那你现在唱一首？好，我现在直接唱一首最经典的。好。七彩的微风，和着脸轻轻吹拂。那跑掉？对，跑掉了。听说里面还有特制餐点哦，主题的特制餐点。对啊，每个餐点都和美人鱼有关，超级精致，超小。好，那么现在赶快进去看看吧。OK，Let's go， 耶！小波真是太感动了，对，而且呢，我今天是可可公主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就是动物小波。哎，你是配角？我不是，我是重要，我是负责推进剧情的重要小波。好了，小波我也喜欢，但大家应该还是喜欢可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看那里还有更多的东西，我刚刚看到超多东西。闪亮歌声开始，现场演唱。啊，我们的麦克风好像不太一样哎。你怎么是粉红色？那你是可可公主，你为什么拿粉红色？好，我现在不当可可公主了。等下准备。你要舍弃美人鱼公主的身份吗？我现在是露雅。你说当就当啊。他们唱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姿势，就是他们每次都会一直重复那个姿势。现在教大家长姿势。好了，好多人在看我们。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。而且小时候大家女生的梦想应该都是要有一个变身器。没错，小时候大家都觉得哦，我有这个珍珠贝壳项链，见不见之类的。这美人鱼公主应该做不到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刺绣那些材质都很好哎，超好，而且它还有把这个光泽感做出来。我看到很喜欢这个哎，是不是？而且来现场，你知道我看到最惊讶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个噔噔噔珍珠美人鱼的杯套。我那时候看官网的图片啊，就觉得哦，它应该只是一个布之类的，但是它是皮革哎，所以它上面有它的那个一些海洋生物的压纹。没错，对，我看里面最惊艳的是这个，大概是最实用。实用派的人会想要买，对啊，大家要环保啊，所以每样商品啊都是限定的哦，而且都很好看，真的，我们都超喜欢。会拿出你们的魔法小卡刷下去就对咯，刷下去。吃东西的环节，真的，我们等超久，终于可以吃这个特制餐点，啊、超级期待。啊，东西嘞，还不能吃，是吗？我们准备一个小小的测验，啊，努力了这么久，铁粉测验，要赢的才可以吃。
的宠物叫什么名字？小波。不是，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有母母。错。小主。那是他男朋友。小精灵。这什么啊？可以给提示。是一只水母。小水。小波小水。哎，第二题，第二题。叫小水。相连的双胞胎姐姐的名字。小波。诺维尔。那它代表颜色是？它是红橙电色，就是深蓝色，就是彩虹那个。好的，对。好，第三题，杜雅第一次见到海斗是几岁？十四。七岁。五岁。十岁。四岁。十二。有人猜过十岁吗？九岁。错。三岁。错。他很小哎，五岁。错。刚答过，答对。我刚才没有讲过六啊。没有。第四题哦，上一位美人鱼公主她去救香莲的时候，阿克爱雷兹娜女神给予他们的新歌是哪一首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他们有一首歌。好好，我先猜，请说。什么 Starlight 闪耀？错，中文名四个字。小波爱的默契。好的，现在三比一了，你还要玩最后一题吗？好，玩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三分，你就可以吃。三分反超。歌词题，你歌词题答对的话就可以吃。可以，我可以。狂风暴雨的海是谁在等待的？下一句是什么？我们是坚强的小孩。好。全部唱一遍。你都到。狂风暴雨的谁在等待？我们是坚强的小孩，成功或失败，星星曾不曾停待，因为拥有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？可以了。啊、唱完了是不是？ Yeah! 唱完了，不要为难他了，我觉得在为难观众耳朵。喝起来有草莓的味道吗？嗯，还不错。弹珠汽水它本身没有什么甜味，但然后上面的冰淇淋也融化了，所以其实不喜欢喝甜的人，我觉得可以喝这款饮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个波音的蛋糕。杯子蛋糕。那我从它的鱼尾巴开始取。好吃吗？是巧克力还是饼干？是巧克力。好吃。好吃耶。那我也要吃我的贝壳巧克力了。这个蛮甜的啦，我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吃。对，但是好吃的。对啊，对，我上面这个啊，它也不会说很腻之类的。对，会让你心情很好的。好，甜点里面还有很多餐点，但是因为我们吃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就只点了吃的。啊、我是小鸟，我是小公主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珍珠美人鱼展开箱呢，就用闪亮歌声结束喽。没错，接下来就要接一句，那要不要来一首我们的安可曲？对，这样留言告诉小编啊，你最喜欢的卡通啊，或是你最喜欢蜘蛛美人鱼的人物这样子。没错，或是最喜欢的集数啊，最喜欢的哪一个剧情啊？对啊，最讨厌的人小宝宝，最讨厌的人也可以讲啊。好，那我们仙握棒棒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没错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